来算什么？好歹拢是钱，拼命烧金中情义，一杯喝满，一杯喝你，有情有义小夫妻，小小失败算什么？不通来生气，啊，烧酒我来开，啊，烧酒我来开。这是微臣应该做的啊！阿爹，你敢知影大兄伊？拢怪伊，唔听为父之言，才落得今仔这个下场。再讲起来，拢是迄帝王昏君无道，不辨忠奸。阿爹，等下讨伐伊。卖冲！虽然帝王无道，惹得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老夫也有意要讨伐。只是一旦战争，受苦的那是遐无辜的老百姓。阿爹，总袂得安尼，就歹讨伐遐暴君啊！阿爹不急，卡叔讲，若继续安尼落去，百姓生活一定会搁较艰苦的。有呀。以微臣之见吼，咱先养足兵马，用上短时间来讨伐纣王，到时阵伤亡就会降较上低啊。对，上大夫讲啊真对。阿爹啊，害你嘛真是安尼做。恁讲得有道理，啊，不过要讨伐纣王，除了养足咱兵马以外，还需要得到凌云义士的相助。凌云义士。阿爹，阿爹伫收金迄段时间，曾经拄到一位贵人，假使讲来当得到伊的相助，来咧讨伐纣王的代表，方能完成。阿爹，那安尼，伊生做啥物款？啊，差不多几岁？叫啥名？这，阿爹嘛不知影，只知影讲伊是一个白头鬃、白喙鬚，年纪大概在七八十。假使讲若真正当得到伊帮忙，那呢讨伐纣王指日可待。只是人海茫茫，阿爹嘛唔知要去代去找找伊。阿爹，这既然代志是安尼，害你马上就出发。这无论是天边海角，害你一定要找着伊，请你来甲咱斗相共。阿爷，你也应该出去磨练咯。这件代志就交代予你去办，多谢阿爹。
真是可悲可叹。这一切自有定数，看起来上吊败亡的日子嘛不远了。哼，我嘛应该去定东关甲武建会合。阿爹，阿娘是即个时间哟。那即个生就好啊。即马大夫伫个内面，你甲恁阿娘赞美。阿爹啊，阿娘这件女婿嘛算久啊，日子算算的，得要三年六个月啊嘞。刚刚阿娘巴肚内是一个妖怪。车，你是在胡说啥呢？阿爹，你放心啦，阿娘甲伊巴肚内囡仔一定平安无代志。希望是当安尼啦。大夫啊！安怎样啊？夫人也是还无要生的现象啦。啊？到这阵还无要生的现象，那是安尼啦。这我无法度啦，你也是认真过敏吧。好了，大夫啊，大夫啊！大夫，大夫，阿爹啊，这大夫哪会使安尼就走啦？刚讲，真是无人通好救夫人啊，心。阿爹啊，你先免着急，海里有一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来跟大故事公交连连医师来看阿娘到底有什么问题？目前也只有这个方法可行，并且目前这件代志就交予您去做。太尊命。阿娘，我是青蛙，我要快活。我是青蛙，我要快活。小弟，怎么了？李白。快点，快点，球啊！我换你挖。那是球啊！哇，那我够济，我够努力的啦！哈哈哈哈哈！球弟，球弟，哎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？那这样通缉的，你看，我整个安尼拢无要紧，出来我会生一头。你卖遐臭球好无？我是咧臭红声的啦！我看人家敢袂用的，啊无啊？是我大还是你大哈？假讲啦！小弟啊，武建人无这个意思啦。无这个意思，啊，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小小的徒弟啊，敢假是我这个师表哈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大啊，你大啊，啊无吼，我给你回信嘞。哈哈，安尼我给你打嘞，再给你回信嘞，你讲好无？啊？好啊，师表啊，要包就包我，你包嘛。这句话是你讲的哦，我直接要发话哦。阿东，操！我跟你讲啦，这条线你搞我下去，等我若找着阮阿豪，我才跟你讲你欺负我，到时阵吼，你的皮吼就搁变起来。哼！忙到先来欺负一下，阿爹，滚滚滚滚滚滚滚！你拄则是咧讲啥？你咧念啥？我咧说，武建，你唔通安尼无大无细。假笑，你咪当是我唔知影。你，哎呦，哎呀，遐是肥佬，遐是咧创啥？你看啊，伊是伫遐咧教故事，遐唔知是要找啥物，还是要收金的啊？收金？收金？你今晚要从啥？干你老鬼！啊，你看，这边乌鸦去啊！你今夜了等啊，啊无下过了什么代志喂？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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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找的人吼，无可能是你这款，你是假问的啦。车，袂用无礼啦，你袂起啦。阿达曾经讲过啊，有真侪恁娘意思吼，拢立起来，等待时机再出现啊。好啊，啊无你家己讲啊。这位大嫂，因为阮阿娘
已经怀胎三年六个月，一直生不出来。所以阮大姐的故事，看有啥物灵灵异事，会当替接死无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甲你阿娘接死是？阿哪呢？你收金啊？收金？当然有真侪收金啊！有收金就好办啦，你就写我报喜。哎，我甲你讲吼，阮翁吼，伊就是。拍死！一起笑啊！拍死！我看你笑不笑？笑！来来来来！真笑哎！靠！你的毛啊笑啊！我就要跟你打五个！哦，走走啊！小妹哦，不管你跟我说讲话，只要烟头一百，一个我安那拢不要紧啊！规天叫伊紧走啦吼！不，哎呦，你别好好看钱啊！哎，我看你走，赶紧走啦！不，哎呦，不，哎，紧！你两个啊，你俩要吵吵闹闹，把我掀边去，卖在我读书哦。好好好。啦，我无跟你读书啦，我是在讲。喂，你咪要听故事呢，你要吵吵闹闹，掀边去。哦。来，听故事叫自首，我他妈跳了一块。别跳！别跳啦！别跳！我别跳！我别跳！你敢知影？甲故事听落来，就表示讲你要预备。你若不要预备，你知影无？你知影无？我不想讲啊。故事是你听。来人啊，将伊抓进去。是。哎，这等你了，你是要从去做啦？当然是朝你转去，等我奶奶接生啊。查查。是。哎，不干嘛？走，打开。走，听我听啊。我听不听？我干啦！小弟啊！哎呦，大喜人在哪里啦？我今晚是要安怎？小弟啊！我干啦！哎呦，我要安怎就好啦？有情有义小夫妻，小小失败算什么？唔通来失志，啊，小酒挂来困。你是你做啥物？阿爹啊，我的故事是打出去，真个是从故事来，所以我们才上串。阿你讲起来，这两位就是灵人异事了。你那可可的敢看，拢结案啊！你紧叫人敢放开啦！是是个。终于放开，是。哎呦，哦，安尼唔得，佮差不多。小姐，就是啊。坐啊。爸，唔免啦，我徛下就好啊。安尼老跑跑较紧。请问两位高人，尊姓大名？啊！你嘛咧三班，啊我无咧卖糕啊，那叫我高林呐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人是问咱叫什么？哦！大林啊，啊我吼叫做小弟啊啦，啊伊吼叫做布克啊。但不敌两位来自何处仙山，是道州道长的门下。哎呦，你这人讲话，咱袂输咧波涛涛，你是啊我也听无啊。人是讲哦，师傅是啥？对待啦。哦，那我早就怎啊来？我看吼是对听声来啦。啊，我无师傅，要不伊吼有啦。伊的师傅吼就是阮翁啦，阮翁吼就是鼎鼎有名迄个强师。阮翁是啥物啦？叫做强母啦。来来来来，是去救母啦，救母啦！救母，救母！两位是不是有法度通医治我的夫人的？啊，这，啊，不行哦，我袂晓预备呢。什么？你袂晓预备？那呢？为什么从故事跳了？
这，哪里啦？将你压落去。我都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你误会啦，我无骗你啦。虽然我袂晓伊，但是我哪会晓啊？人伊即马人伫什么所在？啊，伊就伫。我嘛唔知道。噶即马你跟你搞人装笑的啦？来啦，将你压落去。故事请高人来给你看。无路用啦，咱高家大夫唔知有偌济个啊，大家拢嘛是名医高手，连恁都无办法啦，还阁啥物人有办法嘞？夫人啊，你千万就唔通安尼讲，这个人甲一般个人无同款，是一个灵人异士，你试看卖嘞，无听到伊会当找出啥物病因啊？像老爷你所讲的安尼，云姐，将军出去来，快来，大拿，快点，快点，刚大开的巴肚，阿妹你是在讲啥哈？我唔是叫你来参观的嘞。进去啊！你夫人看病啊，气哥。好啦，哎呀，放松。干嘛呢？三妹，敢是应该爱提碗口？啊，是安尼啦。迄一般的三妹哦，拢是用换子方式啦。啊，那阮这种三妹哦，就无同啊。阮爱先对上手中心开始，慢慢站起来哦。呀，这下怎么我那要怎么啦？我这车叫那师傅害死猪进来哦！啊，安怎治好了？哎，这边好啊！我哪知道夫人是什么病啦？不过是大肚生不出来尔。爱不是讲伊怀胎三年才讲的，我烦我啦！安怎样？真简单，普通人怀胎是10个月，夫人怀胎是3年6个月，为什么夫人怀胎42个月呢？只有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夫人怀这胎是。怪胎！怪胎？哪里的意思是？妖怪！妖怪？哪里是要安怎呢？你问这个问题问了真好，我即马解说你听。你毋捌看过水鸡破腹的事件无？咱即马就将夫人的腹肚破开，将个妖怪抓出来，安尼就好啊！什么啊？从我娘的肚破开，对吧？啊，你我娘就死啊！你真是乌白乌白的！哎，火车，火车，你是高人呢？做我主人甲普通人不共款啊！无在哭，你讲的是对的啊！这边老可怜啊！啊，若家娘的肚破开，啊，感觉合我来哦！大兄，你想看卖啊？咱讲要徛阿娘性命来斗啊！
我感觉伊两个讲的话无实在。来啊！走！先将伊两个暂时压落地牢关起来。用心。